位投资朋友，打开后很高兴呢，今天又来到我们周末了哈。那我想呢，这个行情哦，今天顺势的啊，今天点足够啊，弄大 key 哦，弄大 key。那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讲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到底这有没有行情啊？会不会这边太高了，两万点呢，或怎样怎样？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谈，就是说，事实上，你招来招去哦，你赚无钱。对，我一直跟你讲，电子股上好，拉回来一定要买电子股。你看看这个2月22号讲的，我的资料我都还旧的都还留着，来拉近一点，2月22号，资料啊，多久了？国巨华新歌啊，陈泰明交加5到7月，我跟他讲，哎，2月20号在加呢，我都假设没人休人我，镜头拉远。我在当时在讲的时候，没人休人我，2月20号在吃啊，你们没有印象？我说这个啊，等到下半年啊，5到7月，我还在那这还写啊，你要注意国巨华新科，你看来了，有没有看到？所以当然怎么样，包括凯美啦、信昌店啦、一挂有的无的啊，你也要注意。所以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东西了。像我之前，我曾经，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的很多股票，很多人说陈老师啊，干美 key， 很多都是我讲过了，什么中阳光啊，什么光盛啊，我讲的时候啊，陈老师啊，这个股票不好了，我拢第一个讲呢，这个都快笑的啊，陈老师啊，这个 key， 我还不是跟你讲吗？3.68，光盛，一档子我的盖小姐在哇，这急啊！才40元啊，刚开始才30块啊，都没人要啊。陈老师这种股票这是三小啦，这是三小啊，被接又被中了，没人要啊。所以陈老师常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了很多东西啊，你有一天你又印证了。陈老师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看看，二月讲的，你看看国巨华新科，我还跟你讲陈泰明交加又要来了，很多人都陈老师啊，这也会涨吗？会涨吗？啊！我还跟你讲大内差有消息，你看我之前跟你谈到那中阳光啊，这我都不想要，光盛，对不对？光中之王盛赞，公这也无人会买啊，三连，哪有人会买这三连？陈老师，你说介绍那个这一支股票，我这一支股票是袂，这一支股票袂好高的哦。那中阳光，你看看。今天又创新高，光盛今天也创新高。你看看这国巨华新科今天是什么创新高，波段新高。这没有讲吗？这个没讲，这个没讲，这个没讲。你看看这个也没人要啊。甚至我你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提这个香昂、很多人还买鸿海香昂，没人要。因为什么？这些都是股本很小。所以陈老师，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谈过，有一只股票你一定要放在心里面。五月第一名啊，这股票有个新的标王门户大开，5432，新的天王门户大开，这一只股票2亿的股本。我跟你讲啊，我这边给你看哦，有一天你就知道了。什么中阳光啊，什么光盛啊，什么三连啊，有一天哦，有一天我跟你讲，你就知道是啥最厉害，什么是最厉害，中阳光加光盛加三连。我讲话哦，你反正你现在听不进去了，有一天你有听得进去的，我跟你讲中阳光，我这边写在这边了、啊，都没关系。加光盛，加三连，你等着看。那真老师、啊，真老师、啊，这个会起？2月27日那很美啊！啊，2月27日那很美，2月27日那很美，2月27日那很美啦！啊，你看也不买啊，没有人要啊，香昂。陈老师啊，三连啊，你为什么都不买啊？你什么时候陈老师捧过场？
啊，中阳光光盛你有买吗？中阳光，我还跟你讲三个六发，你当阵30块呢，今天创新高。光盛今天创新高，你当阵40块。光盛，光盛也没有人要，对不对？盛赞大涨，光中之王盛赞大涨，那时候谁要啊？哎，我这个做证，我这个资料我都已经会背了。我每次都给长头师也不要啊。中阳光中大奖，扬起光芒，没人要啊。你看今天都大涨，对不对？三连也没人要。三连，那陈老师，你都找那股本那么小的，我说股本小的，香昂、奇宏股本都十以下。你还买大机的对吧？台积电很好，我知道台积电很好啊，所以我今天跟你讲，五月什么会第一标？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我敢讲中阳光加光盛加三连，叫新的标王门户大开，5432，五月会不会第一名？2亿的股本，你放在心里。陈老师，接下来光盛涨那么多，中阳光涨那么多，三连涨那么多，还有没有更强的？没有了。没有了啦！我今天跟你讲哦，有一天哦，什么叫三倍的新标王？陈老师啊，你写这样很夸张，还三年涨那么多，三年乘以三倍，还中阳光加光盛加三年。我跟你讲，我敢今天敢跟你写中阳光加光盛加三年，我绝对有我的道理。没有我的道理，随便你。你要你看，这个两亿的股本5432，这个也标未。等着看，我告诉你，这个未来啊，会是全世界最夯的题材。我先不要跟你谈什么，比 AI 还夯啊！这个未来会是全世界最夯最夯的题材，而且我跟你讲，它股本又小。我跟你保证，这个以后会是全世界最夯最夯的题材，比 AI 的题材更夯，但是跟 AI 有关系。比 AI 的题材更夯，但我不能跟你讲，未来全世界最夯的题材比 AI 的题材更夯，当然跟 AI 有关系。 AI 里面的 level 里面 AI 分这么多， AI 里面最夯的题材， AI 有分很多哦。啊，电动车也是 AI 啊，对，手机也有 AI 啊，什么挖沟都有 AI 啊，但是 AI 里面 level 最高的，获利未来毛利最高的 AI 里面最夯的题材，各位投资朋友，这个两亿的股本你待在看，我今天你刚跟你说中阳光加光盛加三年新的标王门户大开，五月第一名，等着看。陈老师啊，我不相信，我知道你不相信啊，你三年相信了吗？三年，你中阳光相信我了吗？你光盛相信我了吗？我今天不要讲什么，就这三支啊，你什么时候相信过我啊？你什么时候啦？来，老兄，全市场第一个讲的中阳光，全市场第一个讲的是我，光盛第一个讲的是我，三年第一个，进前人看这细汉看未起啊，对啦，无股本对吧？逐工咧中大奖，扬起光芒，什么光中之王盛赞大涨，什么三倍乘三倍联合大涨，没人理我呢，都是那个超级小股本的都没人理我。你看今天三支，标到不知道人。那个陈老师啊，我老师说他有光盛。我老师说他有中阳光，我老师说他有三连，你卖好小啊！今天看陈老师节目的人，说真的，你哪一支？我什么时候会给你介绍过大股本的？我永远都为什么给你介绍小股本？我还跟你讲，你买鸿海啊，这个鸿海集团啊，中阳光今天创新高，光盛今天创新高，三连今天创新高，谁要买这个东西啊？我今天问大家啦，是谁要买这个？没来差。没来没内差，没内差，我会跟你讲这个吗？1月19号到今天涨多少的？1月19号双倍的鸿海，你看，陈泰明交加，我有没有跟你讲被动元件接下来也会动？没人理我啊！陈老师，我只喜欢买传产，我知道啊，你爱买你去买啊。
没人理呢。中阳光光正三连这个东西，我讲了多久了？今天怎么样？涨停板，涨停板就涨停板。各位投资朋友，一直涨停板。这不是我第一个讲的，全市场你来给我作证。中阳光光胜三连，各位投资朋友，这个不是我全市场，我没有就没有，我陈老师没有的股票我就是没有嘛，我有什么好讲的？我有就是有，我不会是有的老师每天都换来换去，不知道换啥，我不知道换来换去嘛，不知道换个啥，反正涨停板就是耶。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这都是我第一个讲的。你今天你们都可以为陈老师作证，你看这中阳光我讲多久了，这光胜我以前叫你买光胜你都在笑，因为陈老师他这种东西干嘛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光耀，这不都是我讲的吗？都没有人要呢，都创新高耶。啊，这是哪一个不是我第一个讲的？你看看我以前讲这个时候人家都在笑耶，觉得涨了，我说真的涨到都也已经有点，对不对？哎，算了，我有时候我讲，哎，我在讲这个的时候，说真的，人家陈老师啊，你买这干嘛？买干嘛？买中阳光啊？干嘛买光胜啊？干嘛买光耀啊？干嘛买双联？我陈老师，我有了就有，没有就没有的了。但是我今天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你等着看，会飙到翻掉的一只股票，会飙到翻掉。它有什么利多？它有利多吗？他有没有利多？很多人问我说：“陈老师，现在五月才刚开始，五月会不会有第一名？哎，有第一名不？”我跟你小输，我今天你刚跟你写中阳光加中阳光、哦、加光胜加三连，中阳光加光胜加三连，这个股票三连的三倍。我跟你讲、哦、有些东西、哦、你看。你看你，但是你看到最后你会发觉到，哎，陈老师啊，你讲的都很夸张，我讲夸张，我讲夸张到就涨得比我讲的还夸张，涨得比我讲的还夸张了。我那时候讲说一倍，你看现在涨三倍，我那时候说一倍，现在涨三倍，我每个讲的到最后飙到都比我讲的夸张。这些小字的股票你看看，这香昂全市场只会告诉你相背的红海，相背的红海再相背啊，没有人要呢，没有人要双红呢，旗红双红啊，我没有就没有啊，我很多股票我也没有啊，没有我就不会讲啊，没有就是有的也很飙，我知道我没有的就没有，有的老师是上面挖沟飙一弄乌啦，那我有的就讲嘛。那各位投资朋友，这个都印证了、啊，各位你看看，你不买都一直上，你不买一直上。你不买一直上，各位投资朋友，五月还没真正开始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利多啊 ，You know, I know, just okay， 卖个供啊，会不会有利多啊？我跟你讲，接下来最夯的，你要听得懂 AI 里面 level 很多，有的 AI 叫做 AI 电动车，有的 AI 叫 AI 手机，有的 AI 叫、啊、什么 AI 什么东西的，对啊，有人一直在买伺服器，但是我今天跟你讲 AI 里面最夯最夯最夯的最高 level 的最夯，也是 AI 里面它的毛利跟获利最好的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以后会落在它身上，两亿的小股本会落在它身上，你等着看。我今天我敢跟你讲，中阳光加什么光胜加三连，中阳光加光胜加三连，三连的三倍大内差，我都一句没跟你讲大内差啊！你敢有听大内差？没啊，我觉得老师啊，你哪讲大内差我就知道，你敢有买一月十九号一起多少啊？啊，大内差，大内差啊！你敢有买啊？二月二日大内差，你敢有买？我要跟你写五到七月。陈泰明交接啊，大内差，大内差，你干五倍。陈老师啊，你需要大内差，你看二月二七要大内差，大内差，大内差，不倍啊。你看大内差，大内差，你也不倍啊。大内差那好，大内差那好，我跟你讲讲基本面哦。陈泰明交加，我说后面被动元件下半年，大内差，你是看不？你看大内差，你看不？大内差，你看不？
陈老师啊，我都看不懂啊。中阳光之前跟你讲大内差，光胜大内差，光胜有什么利多啊？中阳光有什么利多啊？三年有什么利多啊？全部我都跟你讲大内差，以前在低点的时候都没有人相信。今天各位投资朋友，我周末啊，我这个周末啊，我跟你讲，你等着看，你等我打开啊，新沙机。欸，我跟你讲哦，那算少的。我今天我要跟你谈哦，后礼拜你就知啊。我跟你讲，礼拜一会不会是你最后进场的时间点啊？而且这个消息快要公布的，他将要接到 AI 里面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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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最高的 AI 里面分很多种，你知道 AI 啊 ，AI 哦，最近话你讲，你要小心 AI 又风云再起啊。AI 里面毛利最高的 AI 很多啊 ，AI 的领域很广，但是 AI 里面有一个我不能我怎么讲 ？AI 里面有一个毛利率最高最高的一个领域 ，AI 里面啊毛利率最高的领域，那当然要成本控制最小，那当然要股本最小，那当然要怎么样？毛利要最高，因为这种东西它是怎么样？它是属于怎么样？低成本高毛利的 AI， 但是 AI 里面有所谓的高成本低毛利的 AI 啊，啊，我都卖过公司啊。陈老师，什么叫做 AI 里面有高成本低毛利？安尼我袂使讲啊，因为那个物件你上爱买啊，你上爱买那个物件叫做 AI 里面那个高成本低毛利，嘿嘛 AI 啊。但是 AI 里面有一种是低成本高毛利的，低成本高毛利的这个 EPS 跟它的本益比啊。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敢跟你讲中阳光，我今天敢跟你讲中阳光加光胜加三联，我今天敢跟你讲中阳光加光胜加三联，新的标王门户大开，五月。欸，我跟你讲不是四月哦，我跟你讲不是四月哦，五月、六月、七月、八月，我再讲一遍，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啊，这三年你看有吼，我再讲一遍哦，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啊，这三年你敢看无？这三年。等着看，我再强调一遍，我陈老师讲的不是工商时报经济日报，我今天讲的东西，各位投资朋友，你看你以后你会觉得，你以前你会觉得他会是会飙股吗？你是不是觉得啊，中阳光不可能，因为你再怎么想也要买大力光嘛，买玉金光嘛，你怎么会想到光里面这个中阳光会涨？我那时候一直跟你讲，我这个鸿海集团里面的中阳光会飙，没有人要。你看我在一直跟你以前，我一直每天跟你讲光胜，沈老师什么光胜光耀光，欸，你以前你会觉得这个会涨吗？光胜你会觉得它是会飙股吗？你会觉得它是吗？这没有消息吗？你以前你会觉得这个三连这个会涨吗？三连它还是没有量还是飙呢？没有量还是飙呢？啊，中阳光你会认为好吗？光胜你会觉得它好吗？中阳光你会觉得它好吗？光胜你会觉得它好吗？三年你会觉得它好吗？你说我陈老师有一次的运气，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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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那这今天你看看，今天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讲多久啊？我讲我不会跟你谈基本面技术面嘛，我不会跟你讲这个嘛。你看看，你看看今天，你看看，你看看今天，你会觉得中阳光，我为什么要让你接上来啊？陈老师啊，中阳光炸咱要我留点破哎，你卖给他够公黑啊？你真的你不要一直讲，我介绍给你的股票你抱着，你有一天你会高兴欣喜又欢喜又赚钱，对不对？你今天你当然没有了，我就没有了，对，银建也飙啊，我真的就没有了。
我哪有什么银剑？以后你就知道了，怎么贱了，有多贱。哎，我陈老师，我说都懒得讲了。我跟你讲，有些东西哦，有些东西哦，我跟你讲啦，你就知影。有一天你就知影，你就知影。哦，我跟你讲了很多东西啊，各位投资朋友，中阳光啊，光盛。三连呢，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很重要的。我陈老师常跟你讲，有时候你会连买都买不到。真的。真的。我今天敢跟你讲，中阳光这个以后没什么，光盛没什么，三连没什么，这一支才是主菜，你绝对会，就陈老师啊，你这个讲的夸张啊，这主菜啊，我跟你讲，这个牛排啊，我跟你讲，这个叫这个中阳光，这叫小菜啊，啊小菜一碟啊，那光盛叫小菜一碟、啊，你知道吗？这三年叫小菜一碟、啊，这一支股票啊，叫做牛排啊。陈老师啊，哎，香港百外块叫我买，我也不敢买啊，现在起到要一千，哎，是什么状况？啊，上行百外块叫我买，我唔敢买，即马起价买一千啊！啊，是啥物状况？我以前叫你买嘉泽70块，唔袂瘾买，即马嘉泽拢要2000啊！叫你买中阳光也袂瘾买，叫你买光盛也袂瘾买，叫你买啥物三联也袂瘾买。你当阵叫你买嘉泽80块，袂瘾买。我讲迄嘉泽甲红海同款拢做连接器，即马嘉泽要2000块。啊，嘉泽啊，无股本细细啊，无量，爱起啊起啊，要2000块。啊，你逐工拢爱买迄嘛，毋知啥潲，对不？你当阵叫你买中阳光，啊，哪有人要买中阳光？光盛，陈老师你都讲，我知道啊。光耀，三连，我跟你讲啊，你等你看，有一天啊，你会发觉到什么叫大爆炸。大爆炸的题材跟大爆炸的利多跟大爆炸的，我陈老师讲，你有一天你会发觉到。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啊，有准无啦？有内差无啦？有无？有没有？这没什么啊，这算什么？这有很涨很多吗？这有涨很多吗？光胜、中阳光三连，这都我养大的呢。这些全部加起来，光胜、中阳光三连全部的涨停板加起来。未来会变成这个新的巨兽，大门大开，这三个加起来，我跟你讲，你等着看会不会大爆发？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